三层楼的火车站是当时高雄市的地标，而为了迎接山铁共构城市的来临，原来的高雄火车站也面临着存废与否的命运。然而，伴随高雄人走过60年头的旧火车站，在建筑、历史定位以及情感的记忆上，都具有相当的价值。因此，高雄站迁移保存计划也就此展开。 民国91年8月16日到29日，共时4天，以每小时移动60公分的速度，将原有的高雄火车站往东南迁移了82.6公尺，并规划为愿景馆，展示火车相关资讯。等到山铁公共完成后，我们原来的旧火车站还会再迁回原址，再度成为大高雄地区的新地标。 各位贵宾，我们现在从高雄站开车后，列车缓慢的行进，我们即将要经过临港线到达高雄机场。而各位眼前所见的，在左侧的，在右侧的车窗是我们的高雄机务段的基地，而在左侧车窗是我们高雄吊车厂的基地。将来配合高雄站地下化，这将都将全部迁到潮州车厂。 各位，我们现在要经由临港线到达我们的第一个观光点高雄机场。临港线是从高雄港车站经由前镇车厂到高雄站的传统铁路货运支线，原来分为第一临港线，从高雄港到高雄间总共是3.07公里；第二临港线从前镇车厂到草衙车厂间大约5.18公里。 第一临港线于民国56年，1967年元月通车；第二临港线于民国66年，1977年7月8日通车；民国94年，也就是2005年10月20日起，原来高雄港站的倒开货物列车全部改由前镇车厂倒开。2001年起，高雄港站到前镇车厂间的西临港线路段陆续停驶，目前仅剩下目前。 高雄到前镇车厂路段，尚在行驶当中，但是将来配合高雄站地下化，将拆除。今天特别带领各位贵宾搭乘我们的感动101文字列车，来为东临港线做最后的巡礼。那个不是那个，他是贵宾。贵宾从，对，贵宾。从车厢可以看到的是我们高雄检车段的基地办公室。 有吃荤的或是吃的吗？有要吃的吗？没有没有，我想说荤的啦。
一个通过的平交道是县政路平交道，我们的干线沿着凯旋路一直到达前镇车厂。各位贵宾，从左侧车窗看到的都是熊山校园区，首先是国小，接下来看到的是我们的道明中学。临港线因为是高雄市区，所以比较道很多，所以车速要保持非常的缓慢。分段也迁移到坟场里面，办理货车一二建议一
车警第一路。贵宾，我们现在通过三多路。民国1998年的2月，原来台北机场检修的推拉式自强号客车也全部移转到本厂来做维修。目前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推拉式自强号的重新喷装作业。送那个茶水上来吗？在这里。哦，啊、那个呢？啊，我们每一个人一瓶水什么时候发？就是跟便当一起发吗？有吗？对了，应该是跟便当吧。没有水吗？有啦，水跟便当一起的。100块耶啊！啊，我处理哥。我们现在走的临港线，也可以说是在台湾全省里面唯一在市区内的环市的一个铁路路线，也只有高雄市的临港线。没有，要听里面的，对，不是那个注意可以了，进石鼓。现在修伟台啊，刚修伟台啊。各贵宾，暂时有几件事情，希望各贵宾能够配合，因为高雄机场正在进行车辆维修的作业。啊，不是停车，他点写错了，他们调度总所不知道那个地方。他是要工厂，他不是小路厂，哎，他要进去机场里面，他等下你来写好，他等下你再关一下，你来招一招人家。贵宾从左侧车窗就可以看到我们高雄机场的厂区。哎，机长要写好了。我们刚才通过的是二圣路的平交道，二圣路平交道有管制时间哦。因为二圣路平交道。